发现一具20出头的女性白骨，是我们研制对吧？在尸体上发现那枚男戒吗？应该是对戒。针对崔元芝小姐失踪案，要请你过来接受调查。公司面临了危机，我们真娱乐日后不再跟金道格作曲家合作。你是谎言猎人呢？怎么会跟杀人犯交往？金圣珠一直在吃镇定剂跟安眠药，那些药的副作用就是认知能力跟记忆力下降。真正的凶手是道格先生。听见你在说谎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全台首播。